Hello，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消防车游戏。今天咱们又出去做任务喽，但是不知道去哪里，是吧？咱们也得开哪辆车看一看。好，咱们上车，拉响警报。咦，为啥不响？警报为啥不响？响了响了。好，咱们出门右转。执勤。哇，这些车为什么不让我们？我们不是拉了警报了吗？是吧？咱们要去救火，这些家伙，哎呀，这样的素质不行，是吧？这个，你看这个面包车是可以的，直接打了双闪，然后靠边停车，是吧？得让开一条道，是吧？这些大车司机倒是挺好的，但是这个地方挺窄，是吧？咱们也不知道蹭没蹭到他们车，但是咱们只要能过来，就不管咱们的事了，是吧？咱们得实现第一，是吧？我看一看这个是什么东西，这个好像是垃圾堆呀！哎呀！垃圾桶着火了是吧？还是个双响，哎呀，这是谁扔的烟头吗？是吧？把这个垃圾箱点着了。哎呀，这个消防意识太薄弱了是吧？今天咱们可以偷懒一下吗？让这个哥们不是灭，我们在这里还是算了。切换一下，要不然咱们在这里看着的话，太无聊了，是吧？切换一下，把这个垃圾桶给灭了。好，现在垃圾桶这一点的小火还是蛮好灭的，就是轻轻松松搞定。哇，这垃圾桶烧的，看烧成啥样了，都烧化掉了，就是。好，咱们收东西开始归队了。喜欢咱们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或者点击下方的小爱心。咱们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来看一看，看看有没有东西没了。咱们把这个消防的开回去，开回去再说。咱们直接回头啊，因为这个地方离咱们消防队挺近的，咱们找不到路的，是吧？你要找不到路的情况下，咱们不能回头，还是要跟着那个导航走的，是不是？红灯停，绿灯行，是吧？安全出行。咱们这个小导航又出来了。前方就这个路口左转。所以说咱们掉头也是有那个的，是吧？无所谓的。他总归会出来给我们导航的，是吧？咱们这个小，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这家伙素质不高，是吧？竟然敢开车别我们的消防车！